个特色就是什么啊？啊，热天唔敢爬去呢，迄会臭呢。热天无你挽点雾啦，但好天才有挽。阮厝做囝仔就只木卡大，就我把代志头爬去，我就咧捡点木卡，又挂了。迄阵咧做个六十七，啊，就挂对啦。你像转遐，阮厝前厝后二十几层，做下层个点木啊，啊厝后安尼箍一个，拢用点木。阮做囝仔时，我们小时候那个路旁边都是黏物，弄黏物，他肚子饿就爬上树去吃，吃完就下来。哎，别起我那么这张姐姐搬过一张，伊一张长哦，伊大概的东西拢会安尼夹来夹去嘛。啊，画出画界边的，伊会翻去弯，我来翻过。啊，这边阿伟哦。哎，阿伟。三层多好开啦！一数两十张，一两十张哦。三个字啦。那不要紧啦，做位用啊，做位用无差啦。啊，阿娘来接过。像这个又新冒出来的，可能又要处理掉，很费工哎，不搞干哎。那你现在年轻人也不会想做这个啊，找不到工人呢。应该老人在办嘛，应该老人啊，少年人无得，较少少。尽量放开，你讲没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这种能量啊，你绝对能量。石头吗？这拢无破，这拢无破。哈哈。这个叫虾米啊？在面你来这个，你来这个。
现在是下几斤啊？百下加分一百，分一百，你若较烂，啊会较袂遐烂。我往下改卖安尼啦，啊，加分一百。爷爷还坐了，你忙我啦。我那孙仔拢会安尼甲讲啊。啊，佫再细啦，拢叫我阿忠。我即摆袂敢倒用啦，我今年90万啦。较早咯，即许农业社会时代，就拢务农个较济嘛。啊，务农较济，当时因着买万呐，安尼啊，万个大事业落来啊。你讲过程，怎啊麻烦着？